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。关键方式钓鱼岛副战队，对面是兄弟团队啊。鱼岛这边还是大唐神灵的女儿国标开了一把龙阵，那对面今天选择上了一个风阵啊，双血神秘石头化身加地府的兄弟。开场第一回合先点关键方女儿村，但是呢关键方优先选择控制了对面的地府，所以说这手小爽也是没能挂出来，再加上关键方女儿这边是有移速的，有移速的情况下，下个回合拉起来偷个九，再来把金青，基本上也就把这问题彻底解决了。放下屠刀扔一扔，连环击旗帜儿呢有点打不太动啊，先清对面的善恶，善爆善爆善爆，扔了吧。这波的话对面两个血神木再加上石头岭都是休息的啊，所以没有太强的杀人能力，还选择了先清宝宝，尤其是清关着和女儿村的宝宝啊，清掉女儿村的神马宝宝以后，对面有可能人家就有移速了呀，因为不战队的女儿村啊，它基本上接近于灵敏捷的一个加点，而熊弟那边的化生死人家是高敏捷加点，这么一来一回属性就会差很多的啊。摇跑的一号位银之树再丢一丢，继续亲宝宝，有了先发制人的话，对面化生死应该是有了全场的耶稣了，应该有了吧。女儿喝酒，对面有一座，但是对面没有去效力，他选择了人解地府来挂小死亡。关张皇水清的啊，关张皇水清的，但是好像没什么用，水清依旧被挂中了小死亡。这个凝滞术应该也是丢给关张皇女儿村的，这就很尴尬了啊，这个水清。哪怕对面笑完了关张皇的女儿村，他这个水清还是可以放出来，但是对面也是玩了一手心理学啊，先解了自己的地府，并没有过来笑。七个纸儿，善报善报，突出一个善良，再加个一尾都江，对面也是围绕速度这么一个点去展开吧。经过一系列操作，对面已经稳拿一到五速里的四个速度，而且一速在自己的手里。哎，鱼岛这边开始点了，先发制人啊，后发而受制于人，先点一个对面的狮驼长城味道，对面狮驼应该是补宝宝的啊。补宝宝单抽163宝宝一根，先把狮驼带走，后续再去点一点对面血神木吧，也不错啊。你别看他血神木血多啊，但他毕竟是没什么抗性的，扫起来也是哐哐哐直接就把血量压下去。两个青石，对面可以亲宝宝呀，哎，这应该是亲孩子了，但是孩子已经被清飞了，打到人身上。你看打到对面本来带的是定心套的啊，这个定心套它不光可以增加自己的输出，还能增强自己的法防嘛，双重效果啊。有个定心套，你看出个青石打宝宝，打人不一定打得多，但打宝宝应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打个3000多够用啊，偶尔触发个青石啥的，用个琴三叠啥的还是蛮不错的啊，去补补刀，破破163，免得浪费血雨嘛。现在熊弟这血神木的功能也有点多的啊，有的时候还要客串一下法神木的。
自信洗走，女儿村也可以拉起来了啊！不过对面先发智能效果已经结束，而关大宽女儿村也是顺利的回到了一速小爽再点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没有神马宝宝，关大宽女儿村他还是有一速的啊！再来一个血雨，再来一个血雨。不过关大宽女儿村没被扔过凝滞术啊，对面刚好要扔凝滞的时候，女儿村嘎掉了。在关大宽起来之地，又把关大宽大团压倒在地。其实重点还在哪儿？还在这个化身四身上。这种实战队的化身四立的会比较的稳当，尤其是人心叠起来，他保护队友的能力又是太高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如果处理不掉化身四，这比赛不好拿捏啊。接着补宝宝吧。还是得把宝宝补齐活了，继续补宝宝。没宝宝有尸体有残血的时候，你节奏差很多的啊！再起个纸儿砸钱砸掉了小死亡，哎，但是没挂中啊。顶着水清都能挂中，这不顶水清挂不中了。又清掉了一个宝宝，今天兄弟清宝宝的积极性好高啊！这以往也没见他这么亲宝宝啊！今天这个亲宝宝积极性很高，化身四一活，女儿直接满血，所以关大宽女儿村这边就又没有问题，连环击，好疼呀！队友贴贴，这一个连环击下来，这女儿又残血了。虽说是得到了一波愤怒，但肯定不够放大科技。应该是不够尽情，碎玉了，强控一手，对面的血神木没有管地府，小爽又给你点过来，哎，他碎玉不控地府的吗？练习生换一个。你有碎玉你不控地府呀，你控下地府你肯定更舒服嘛。人倒地不怕，你是怕小死，你又不是怕倒地。这女儿村又没了啊，又没了。兄弟小爽的失误率是很低的啊，人家这个封印命中装备带的应该是比服战队的都高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因为人家追求的是性价比啊，服战队的封印命中装备啊，要不然是高属性，要不然就是带特技，要不然就是愤怒封印命中腰带啊。人家兄弟人家也不要那么多东西啊，也不要什么别的特技，就纯纯的封印命中装备，哪个高买哪个。金青也没有，罗汉也没有的啊，纯纯的就要封印命中，所以说人家小爽的命中率是特别的高的，他这个团队就看地府，所以给地府的定位也是非常的准。要那么多特技干啥？挂中小爽才是根源啊！小爽再次挂中，再点杀关大宽的大唐官服5500，再来一个大唐，再给你送回家。速度啊，就是一个速度，化身四没有对面俩血神木速度快，也麻烦啊，就救自己队友的时候永远是慢一步，人倒地了你活血来了，或者是人倒地了你金青来了，那你这有啥用？换出来，化身四再活一下，女儿这边没问题了。
后一个九。现在灰狼和鸟儿这边没移速了，一把金刚拉上，起了个慧眼伞，他没放大特技啊，摄魂直接杀化神四了。哦，他突九没敢放大特技，这多尴尬呀！哎，还是把小爽解掉了，这还凑合吧，把小爽解掉了。斥责防一下，兄弟现在地听也凶呢，该防也得防，连环击直接上，把防零式一带啊，这个防御啊，哎，就差太多了，连环击专破163。哎呀，还差一点点啊，还差一点点，直接给你劈死了。化身四没了，关掉皇女儿这边他又没移速，也就下个回合没有慈航的可能性，那化身四只能推拿了。嗯，就看推拿的时候运气好不好了，好的话能推爆的话化身四可以板血，推不爆的话你也就回个六七千，还有一半的空档呢，看运气。但是一旦推拿他人心就没了啊，其他队友一旦被点杀，他拯救自己队友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。再笑一下你的女儿，踩塔小爽再把女儿给你点了，但是这回合他没有点杀能力的啊，这个回合点不死他，只能是下个回合去补刀。神药再把练习生清掉，拉起化身四直接推拿，没推爆啊，回了7000多，那他就还有一半的空档嘛，运气也不太好。人卡大金黄泉之息再抓一抓，把这大金给你抓下来，两个血雨往下一扔，化身四没了。得，这回是结结实实的个小手。哎，你如果推血推爆了，对面肯定就上连环了嘛。从刚才对面砍关张方化真四那个数据来看，你就推血推爆了，他一个连环剑也能把你砍死。水清解一下自己，这回没了化生死，其他三个人也是有点岌岌可危了。对面打起来就跟奔放了，地丁接着换瞬击，把女儿村也劈死啊。他的地丁瞬击也有关照万象啊，那就像那大力金刚，那不用想，肯定是杀力拼嘛。这是他们多攻队的一贯套路，就宝宝还是啊，玩的就是一个多样性。瞬间也可以当杀力劈啊，瞬间也可以关照玩笑。那豪门这些东西是不存在了，豪门瞬间就一种，只有练习生没别的啊，就那么一种。小死亡战离加上，你看这地听不就关照玩笑要来了吗，一个血雨有关照万象刚好破你的163，再来一把金漆能点死就行啊，反正他没有化神四嘛，能点死就可以了。没有小死亡的话也不关键啊，也不关键。力劈都不跟一下的啊，全靠地听啊，这力劈都不跟一下，这什么灵，你万一没点死多尴尬呀。哎，哦，这个轮子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突然冒出个泰山压顶啊，
也算是个四轮车吧，但是总感觉那个是个尺寸不对的备胎。死吸的，你这玩意儿宝子被亲一亲就更没法打了。小死亡再挂中，送大唐回家。这大唐就啥也不让干，站起来就倒，站起来就倒。我看一下化身子身上还有两回合的小死，对面地府手里还有2.0元呢，你是别想站起来了。遇到这边应该是拉起神木，应该是输了吧，换个天女起个变身。可以的啊，就是在剑会能赢侯门也不容易了啊，你就别提什么武神了，人家又不打武神的。正规赛的话确实熊力这个阵容的话容易被套路，因为确实就像群星主的年度三那天给大家做过那场比赛，人家故意把速度调得快，故意把血量调得高，你熊力你就切不进去。要针对你的是因为你相当于是名牌嘛，你没有其他阵容，你就这么一套阵容，有的时候无非换个骷髅武装啦，换个什么啊，就换汤不换药嘛，换个莉莉普啦啥的，但是你阵容始终是个双血神木这一套的变杀阵容，换汤不换药，所以别人针对你的时候也比较的容易啊。但是剑会能赢豪门，哎，已经够可以的。剑会也是名牌，就开打之前我也知道你的阵容啊，但剑会你改不了属性，你顶多在卡片方面呀，在开场宝宝方面呀做一些调整，但是你是改不了属性的。打群雄逐鹿我知道，你提前知道你是熊力的时候一定要把属性都给你改掉的。剑会没人会为熊力去，我特地去，因为剑会也免费提供人参果的啊，你可以改属性，但是谁去改呀？懒啊！输一场就输一场吧，大不了输完这一场开下一场，那何必我去改个属性呢？那我下一场不还得改回来吗？累吧哼哼的，大家也就没那么认真了，当然还是那句话，人家能赢豪门也足见人家这个套路啊，这么多年了确实效果不错的。拿起化身色地府再读一读，就像我当年刚做熊力啊，熊力刚玩这一套阵容的时候，咱做熊力的视频那播放量也是相当的高呀，当时都说啊这具有创造性的一套阵容，只不过随着一个时间的沉淀，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啊，就大家看到这套阵容可能也就看腻了，就没有新鲜感了。就像现在的我每天做的那个人参果粒武装嘛，刚开始做的时候流量超高的啊，这才做了大概也就做了5-6场比赛吧，基本现在就跟平常的视频没区别啊。还有之前刚做力女儿刚做力普陀的时候也都是这种情况，我会有短时间的一个新鲜感，到最后还是要归于平淡。再亲宝宝，哎，你观战方如果一会儿再熬吧过来，慈航，哎，
哎，好像有机会熬不过来了啊，还得把怪丈夫女儿孙点了。但化生寺现在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化生寺刚才他是推拿过再倒地的，他现在没有人心，也就站起来啊，除非你女儿孙去伺候，不然化生寺站起来还是个死，那好像也没什么希望。这好像也没什么希望。谛听的玩意儿，当观众方没有速度的时候出谛听就是送啊，就是送。神木再来一把青蛇，可以先点一个啊，靠着这个青蛇先点一个土地金身宝的谛听，一把三飘飘中一个血神木，范文霞也扔给了地府，战敌加起。嗯，小爽先点一个石头灵化生死，有用没用先推一口啊，能扛一下试一下，神佑万一寻求到一些翻盘的希望。不太够伤害啊！关照万象，女儿没了，宝宝神了，神木也没了，得了，这回是真结束了，这回彻底嘎掉了。看着一个没有人性的化生死啊，看着满地倒地的队伍，他无能为力，继续把化生死。其实就优势就是从杀化生死开始。当这个定海神针倒地了以后，所有的东西就都不对了。再换谛听，兄弟现在他们团队的谛听也是真的毒啊。这加了战敌还是秒不动地府啊，